有在台湾，有在香港录音，然后从挑歌开始已经一直很兴奋，因为歌真的觉得很好听，很多东西我们就算你十万个不愿意放手也总得放手，但是心里面还是不想。那对我就配合一下那个，其实每首歌的歌词内容跟这个插画其实都有着那种很多回忆我们不想放开的事情。